早安，我是马古白曼巴胜利学家拉拉队长，这些都是 Brian Scalabrine 拥有的绰号。我想大多数的人对他的印象也大概就是板凳上充满活力、观众超爱的那个球员吧。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吧。Brian Scalabrine 是在华盛顿长大的孩子，家中一共有四个小孩，而且四个人都算是颇具有运动天赋的。Scalabrine 从小就开始打篮球，虽然在同龄的孩子中算高的，但是碰到了年纪大上三四岁的哥哥们时，很明显的就矮了一截。为了能够在这样的球场上生存，而慢慢的开始精进他的外围投射能力，这也成为了日后重要的武器之一。时间来到了 Scalabrine 高中时，他就读的是恩努姆克劳高中，也是学校校队的一员。中距离投射这项武器，在时间的淬炼及个人的努力下，变得更加炉火纯青。搭配上当时已经成长到了190多公分的身高，让他几乎可以说是主宰了高中赛场。同时也因为那颗聪明的脑袋及扎实的卡位能力，让 Scalabrine 成为了一台双十机器。不过因为待在一所小学校，而且个人的成绩也没有到爆炸性的那一种地步，自然的获得的关注并不算太多，也没有什么大学的奖学金招募，最后决定去离家最近的海兰学院就读。海兰学院是一所社区大学，篮球压根不是这所学校的强项，他们甚至没办法参加 NCAA 乙级球赛。Scalabrine 就在这样的学校中打了大学第一年的球赛，他帮助学校拿下了31胜1败，这几乎是完美的成绩，也拿下了华盛顿州的州冠军，而个人则是拿下了场均16分、10篮板、2助攻的成绩。充实机器到了这个层级的大学赛场，也依旧还是一部稳定的双时机器。大学一年级结束时，南加州大学开给了 Scalabrine 一份全额的奖学金，希望能够将他招揽至麾下。想当然尔的，有这样的机会，当然是二话不说的马上答应。转学到加州大学的 Scalabrine 因为规定的关系，成为了 Red Shirt。红衫球员，红衫球员简单来说就是一名可以跟着校队做任何活动，但是不能上场打球的球员。这边补充一点，红衫球员以一年为单位。不过也因为这样，让红衫球员可以拥有五个大学的赛季可以打球，包含完全不能上场的那一年。换个角度想，就是深造精进一年后再战的感觉吧。当然，成为红衫球员的决定需要相当大的决心，不论是被迫又或是自行决定都是。毕竟对于职业球队来说，年龄跟潜力是画上等号的，你的年龄越大，能够开发的潜力相对的就越少。Scalabrine 在这年完全没有闲着，既然都做了这样的决定，当然就要努力的将其中的利处给最大化。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不足，也明白一级大学篮球赛和自己过去参与的是不同的层级。除了跟着球队按表操课之外，还多做了许多额外的自主训练，只希望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。终于是到了能够出赛的那一年，教练也二话不说的将 Scalabrine 给摆上了先发的位置。69寸的他是球队当时最高的球员，自然的中锋这个位置就是教练安排给他的。 Scalabrine 马上成为了球队的王牌球员，直接将学校成绩从上个赛季的9胜19败拉到了15胜13败，这个超过五成的胜率，而个人的成绩是15分、6篮板、2助攻，隔年更加进步，来到了18分、6篮板、3助攻的成绩，入选分区第一队的殊荣。只是很可惜的，这两年虽然都拿下了超过五成的胜率，但就是没办法跨进三月峰的门槛。一直到 Scalabrine 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年，虽然他个人的成绩相较于前个赛季相比略有衰退，但整支球队打得更加团结，他们也拿下了当时校史将近要100年的最佳成绩之一，也是暌违了将近要50年再一次的闯进了八强，才败给了该年由 Sean Battier、Jay Williams、Carlos Boozer 及 Mike Dunleavy 率领的杜克大学。 Scalabrine 是这支崛起的球队中表现最好的球员，也让当时他个人的评价上升了不少。既然大学都已经毕业了，自然而然的投身 NBA 选秀就是当时唯一的选择。 Scalabrine 对于选秀其实并没有太过于乐观，但是还是想要尝试看看，拼拼看能不能完成加入 NBA 这个梦想。
Scarbrin 的优劣势相当的明显，优势就是69寸的身高，具有不差的外围投射能力，再加上用脑袋打球及扎实的防守掩护技巧，让他有成为一名不错的角色球员的潜力。而劣势就是体能、横移速度及运球能力和对抗性都低于水平，再加上因为大学多读了一年，投入选秀时已经23岁了，在那满满高中跳级生报名的那一年，根本就是大哥哥的年纪了。2001年选秀会是个高中跳级生大胜利的一年，前八顺位有四位是高中跳级生，而且还囊括了选秀状元、榜眼及第四顺位。因为前几个赛季高中跳级生的大成功，让球队趋之若鹜。反之，身为大龄新秀的 Scarabrin 就显得格外的激热，他的选秀顺位预测就是第二轮甚至是落选的程度。最终 Scarabrin 在第二轮第五顺位被纽泽西篮网队给选中，而后面一个顺位就是他大学队友 Jeff Tepanier。 加入联盟的 Scarabrin 可以说是出师不利，季前训练营因为腿部伤势而直接缺席了过去，好不容易的在季前赛出赛，却再次的右脚受了伤，而直接缺席了开季的前两个月，所以 Scarabrin 的 NBA 初登场要一直来到了明星赛前没多久的1月31日。那场球他出赛了12分钟，拿下了2分1篮板1助攻。虽然你看比数篮网队赢了25分之多，你会想说这家伙一定是在垃圾时间上场的吧，其实并没有。Scarabrin 每一节的末段都会上场个2至3分钟，给其他球员调节一下体力。整个菜鸟年只出赛了28场，留下了场均10分钟的上场时间和2分的得分及2个篮板1次助攻。比较可惜的地方是 Scarabrin 拿手的中距离投射，在碰撞更强、防守更硬的 NBA， 运动率直接砍到连 35% 都不到。而他扎实堪用的卡位，也因为自身横移速度不够快，非法掩护常常莫名其妙的发生。可以说他在场上最能够做的两件事情，到了强度更高的 NBA 都没办法拿出水准。话虽如此，在例行赛最后3场球，篮网队在毫无战绩压力的情况下，给了 Scarabrin 超过20分钟的上场时间，而他也缴出了不赖的成绩。其中一场球更是拿下了16分9篮板，数据双双创下了当时职业生涯的最高点。Scarabrin 职业生涯前两年，篮网队都在 Jason Kidd、Kenyon Martin 及 Richard Jefferson 三箭头的带领下杀进了总冠军赛，而第三年则是在第二轮和当年的冠军底特律活塞队血战7场球败阵下来。想当然而的，在这样有竞争力的球队中， Scarabrin 的上场时间是不会太多的，更何况和他同位置的球员是 Kenyon Martin， 他只能在主力球员需要喘口气休息一下时上场个2-3分钟吃掉一些时间。虽然球队都闯进了冠军赛，但到了真枪实弹的季后赛，篮网队自然也不敢给他太多的上场时间。两年下来，季后赛只出赛了13场球，场均不到3分钟的上场时间而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2004年面对活塞队的系列赛的关键第三战，这场血战到了3度延长，双方各有4位球员犯满毕业的比赛， Scarabrin 斩获了整个职业生涯季后赛最佳的成绩，8投7中拿下了17分，而且其中还有9分更是在关键的延长赛中拿下的，也帮助篮网队惊涛骇浪中拿下了胜利。虽然上场时间不多，但 Scarabrin 还是成为了篮网球迷最爱的宠儿。他在板凳上担任啦啦队时，比谁都还要投入，而且上场时又比任何人都还要拼命，这点相当受到球迷的爱戴。每当比数相当悬殊时，球迷就会在场边呼喊他的名字，而上场时球迷也会开始鼓噪。就这样来到了职业生涯的第四年，这年因为 Kenyon Martin 被丹佛以救世主规格的合约给签下， Scarabrin 的上场时间几乎可以说是前三年的2倍，而先发场次也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。他也没有辜负球队的期许，拿下了职业生涯最佳的单季表现，6分5篮板2助攻，更在1月26日面对金州勇士队的比赛中拿下了29分11篮板2助攻1超截1助攻的全方位数据。当很多人对 Scarabrin 的表现感到惊讶时，他自己倒是觉得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他说，只要有时间有机会，我会在联盟中占有一席之地，至少在替补球员的角色上面是如此。
结束菜鸟合约后，打出了生涯年的 Scarlett Green， 收到了波士顿塞尔提克队的5年1500万美元的报价，而转往了塞尔提克队。到了塞尔提克队， Scarlett Green 的上场时间其实没有什么增加，大致上就是在10分钟至15分钟左右。尤其当塞尔提克组成了三巨头以后，上场时间就更少了，他的表现大概就是那个样子。虽然在三巨头那一年跟着球队一起拿下了冠军，但 Scarlett Green 在关键的季后赛却是连一秒钟都没有上场，就算球队已经将比数拉开到108000里也是一样。隔一年，也就是2009赛季， Scarlett Green 在1月25日碰上小牛队的比赛，被 Dirk 的手肘拐到了头部。他当下只是觉得有点晕晕的，但还 OK， 也向教练示意没问题，并且也继续照着教练的调度打完了整场球赛。但到了隔天球队练球时，和队友卡位碰撞的情况下， Scarlett Green 直接应声倒地。教练当下发现不妙，马上请队医来帮他检查，一休就休了将近要一个月。但出赛三场球后，又再一次的头部受到冲击，也再一次的脑震荡。这次他直接休完了整个例行赛。Scarlett Green 说：“因为 Garnett 的受伤，我们大个子战力本来就很吃紧，我一直想着自己应该能够有更多的发挥空间，结果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”到了季后赛，塞尔提克禁区战力再伤了里昂炮，这让 Scarlett Green 下定决心回到球场上。他戴上了一条超厚超大的头带，骗过了医师的问诊，得到了上场的许可。 Scarlett Green 当时根本没办法熟睡超过3小时，甚至还有些畏光及头晕，但为了上场，他必须保持得像没事一样。当然啦，这些都是在他退休后才说出来的话，也正如同 Scarlett Green 自己预测的一样，这一年的季后赛获得了职业生涯季后赛中最多的发挥空间。上一年蜂王赛季一秒钟都没能够上场的他，获得了场均20分钟的上场时间，个人也缴出了5分2篮板及高达 45% 的三分球命中率。 Scarlett Green 说：“我相信有些人知道这些事情会觉得我疯了，但我很庆幸自己有做这样的决定。我在 NBA 打了11年，一直在寻找机会，而这就是我的机会。”在伤兵回来后， Scarlett Green 又变回了那个板凳最末端的球员。而当年年满31岁的他，本来就已经不算多的上场时间，更是来到了职业生涯的最低点。就这样，在与塞尔提克队合约结束时，也没有获得球队的续约。结束和塞尔提克队的合约后， Scarlett Green 在自由市场待价而沽，但都没能够获得合约，一直到了9月底才收到了芝加哥公牛队给予的非保障合约。在这里虽然他的发挥机会依旧不多，但也跟过往一样受到了观众的喜爱，甚至获得了白曼巴这个响亮亮的绰号。虽然已经打滚了这么多年，见过多少大风大浪，但 Scarlett Green 在板凳上看到队友打出好表现，还是会兴奋的像个孩子一样疯狂的甩毛巾，也会给予队友们鼓励。他也没有管自己会不会有上场时间，反正训练的时候就是拿出全力，比赛的时候就算只有一分钟的上场时间也是拼劲十足。 Scarlett Green 说：“如果你每次挡拆每波战术都全力以赴，那最终会比那些天赋及身体素质比自己更好的球员更加的成功。”当时他公牛的队友 Jackie Noah 跟他说：“你看起来不会打球，但实际上你真的哈差的会打球。”这对一直以来受到质疑的 Scarlett Green 来说，无疑是最大的赞美。到了2011赛季，因为劳资协议破局而封馆， Scarlett Green 跑到了意大利甲级联赛打球。那年已经33岁，而且在 NBA 了不起也只有场均3分的球员，在不同层级的比赛中打得虎虎生风，场均可以有12分、5篮板、2助攻，还外带了惊人的 65% 投篮命中率及 55% 的三分球命中率。老实说，他大可以自己狂干猛干，把数据刷得漂漂亮亮，每场球20分以上。但 Scarlett Green 不愿意这么做，他不希望换了环境而改变自己以团队为重心的心态。好不容易盼到了开季，公牛队再一次的将他给签了下来，而这也就成了这名老将的最后一个赛季了。赛季结束后，公牛队提供了一份助理教练的职务，想要将 Scarlett Green 给留在球队中，但是被婉拒了。他还是想要继续打球。 Scarlett Green 说：“我在等着有球队跟我说我们不需要你，我想这样我才能够完全死心。”
退休之后的 Scalabrine 先是担任球评，再来被 Mark Jackson 邀请去当时的金州勇士队担任助理教练，可惜最后双方合作因为理念上的不同不欢而散。之后担任体育播音员，还打过 Big 3联盟，目前则又回到了波士顿当地电视台担任球评，可以说退休后也和篮球密不可分。回顾他的职业生涯，有太多太多的人认为他不属于 NBA 这个层级，但 Scalabrine 利用自己的努力及表现证明了自己的价值，更在退休将近要十年后有高中球员向他挑战，而直接被他给垫得焦焦的。由此可知，就算在 NBA 这名球员是板凳中的板凳，但其中层级的差距还是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高墙。 Tom Thibodeau 教练说过， Scalabrine 的价值不能用数据来衡量，而是他知道该怎么赢球，这点是无价的。努力及态度永远都摆在第一位，不管你的天赋多么高，条件多么好，始终都有一个兑现的保鲜期，但是努力不会，我想 Scalabrine 应该就是那最好的例子吧。我是马古，大家晚安。